品牌双 A 决战依法，而华硕呢就选择在这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里举办发表会。而这一次的重点就是我手上这一支 ZenWatch 2，它其实除了这种款式之外呢，它还有18种可以提供选择。琳琅满目的款式，华硕智慧表表带玩起花样，从金属到皮革材质，而大小也有改变，跟一代放在一起，二代推出迷你版，适合女生族群，也多了一颗实体键，方便控制。不过华硕最夯的产品还是手机。华硕这次在IFA最重要的新机就是这一支Run，它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翻到后面来看就可以看到呢，其实是这个3倍光学变焦镜头。那我们现在就拿 iPhone 6来测试一下，到底厉害在哪里？同样的距离，1300万画素Run对上800万的 iPhone 6，而镜头对准小熊。同样的照片开始放大，拉到最近的距离，Run的镜头就显出威力，明显看出解析度就是有差，也让华硕董事长施崇棠挑战10大手机厂。我想2016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就设定一个非常这个我们觉得还算相当有把握的目标哈，就是要超过40个 million 啊，40个 million。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很有机会可以去达到。直接给它摔下去。宏基发表新款 Chromebook， 尺寸的大小，台上玩起漏接的梗。而整场发表会由执行长陈俊胜主持，双 A 不约而同找来微软站台，而宏基更押宝 Win10 推出全球第一款 PC Phone Jet Primo， 5.5寸的大小，搭载高通处理器，就连最夯的电竞也有专属机种。少帅陈俊胜使出全力，就是要赶在旺季扳回一城。三立新闻林玉峰、海中柏林采访报道。